市府推动经济作为第二关风基建，是已经有几多年，也渐渐建立了不错的口碑。国发会上午是举办工作坊，由第二关风基建办公室向三关合各界代表来分享他们推动经济的过程和成果。当然也期待说可以透过这种经验交流，来营造更好经济优先环境。国发会上午举办营造国际生活环境经验交流分享工作坊，邀请在地三关合各界代表共同参与。代理市长林孟彦表示，经过这几年的推动，目前真侪店家、客停车、甲别物等等所在，拢有法度用英语甲外国人沟通，也让外国人感受到台南的便利性。The English as 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we call the ESOL policy, was first launched by Premier Lai when he was the mayor of Tainan.We all agree that English is important to Taiwan competitiveness. The two pillars of ESOL policy are English education and English-friendly environments. 那个也许店员他有一些英文的导览的英文的一些 menu 可以直接让观光客他直接看。工作坊现场布置一座的英语友善环境展示区，让与会人员会当参考台南市英语政策的文宣、标示、甲相片等等。上午也由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分享推动英语政策的过程甲成果。透过工作坊的互相交流，互更加侪县市还是台南市推动英语的经验。记者苏玉文、陈嘉生等区采访报道。